的理想类型是哪一款？女生吗？女生，不然是男生吗？我们问了好多余这问题。这样子吧，你我不让你去思考了，你就回答我就好了啊。一，圆脸、瓜子脸还是 baby face？ 瓜子脸。瓜子脸。单眼皮、双眼皮？这个靠看搭配了，真的看搭配了。瓜子脸应该配大眼睛会好看。也不一定，还要看鼻子和嘴呢。厚嘴唇还是薄嘴唇？下嘴唇厚。哦，这样听起来舒服。高个子还是矮个子？1.68米到1.75米吧。用三个词形容你的理想型。女朋友啊。对，就是你的理想对女朋友。有内涵，合得来，长得美。下面。女朋友啊，主动出击吧，有好的话喜欢的话，可爱的、懂事的、善解人意。那你透露你自己的理想型，女生吗？嗯，我觉得懂事一点的、善解人意一点的，然后可爱一点的，然后顾家一点的，啊，就这样。那有一点善解人意一点的，这个可以再具体一点吗？善解人意嘛，就是比较，主要是聊得来吧，主要性格比较相投，我觉得会好一点，然后比较重要。年纪比你大的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